他好在中间，然后在他们的桥上。哇、哦，真的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他去扎下去了。哦，我知道我们的间谍是谁了啊？是谁？哦，嗯，干嘛讲不告诉我？哎、欸，跟小雨一样的。我是间谍，就算他是国王，他也不想告诉你们。请问一下，如果我想要移民到别的国家，需要多少钱？需要什么条件？是不是？需要什么条件？好问题。不行，我是国王忠实的信徒，我们团团叫。什么鬼？他叫你叫啊，你赶快叫两声。啊！我跟你们讲团团国的好处，首先三餐吃竹子。好像没有很好呢、欸。点心是甘蔗、哦，好像也没有很好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打算复活我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只好这样咯，你就只好当天眼兵了。你要去当天眼兵了？对啊，因为也他们也没有打算复活我的意思，还是宝石没捡到啊？他们没捡到吧？应该有捡到吧？有吧？杰克发光啊？是吧？不太可能没捡到。是吧？对啊，只有杰克发光，应该是吧？杰克捡了，先炫耀一波啊！大家看啊，团国的心脏。啊啊啊！我去看看，蓝队巨虫。哎、欸，繁星的钱超多哎、欸，繁星就是打算破2000了。嗯。哦、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辩驳、哦，因为我们的间谍已经在做事了。所以讲赢的话，就是把国王宝石交给那个间谍、嗯，这样是这样吗？都离婚，是泱泱跟杰瑞啦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是杰，好了，其实是杰瑞老直接讲了，嗯。哦，是啊，杰瑞，因为杰瑞刚刚在炸他们家的虫，哦，被抓到了吧？没有，对，一定被抓到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讨论，他们应该在讨论吧？嗯，可能吧。讨论什么？会不会是杰瑞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为什么巧克力也对虫？他们家的虫丢啊？啊，他们是吵架哦？不是啊，这两个人我看不懂。我才两个我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间谍、我才是间谍，怎么可以偷丢我？小雨，你怎么会对虫这样子不敬？不是、欸，我想说大家在讨论啊，我一起啊，讨论炸虫的话题吗？欸、有两个间谍吗？哦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巧克力把那个啦，他把羊毛挖掉，只剩两根，这样比较难炸哦。那是真的是杰瑞啦，真的是杰瑞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如果国王死掉，你不是没办法发间谍投票？对啊。哦，对耶、啊！哦，这是他们的战略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有可能哦。哎呦，可是这样的话也不能赚1000分呢、啊。是啊，因为其实已经抓到了，不是吗？只是不能投。可、啊、所以今天间谍可以做事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才炸东西啊。对啊。嗯，真的是杰克拿的吧？因为只有杰克发光。啊，卡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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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很激烈的在辩驳啊！我等一下突然中断他们。哦原来是放哎、欸，真的是5000分啊，5000分。哦，好哦，那我就不。那我知道了。讨论一下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是造虫子。小雨为什么死啊？你怎么死了？哦，繁星在炸我。炸虫子，我们去炸虫子。哎、欸。哎，既然我们身上有那么多钱，我们干脆全部拿手榴弹去炸好了，空投。好了，剩40分喽。40分喽，就差一点点的。啊，我知道炸床好像就比较快，我去炸床。床吧，床后面的床啊，这边的床。
变拖也是要有时间的，等下跟他们讲。我要投小雨啊！出现的。哎呦，很小，对，然后就超傻。小雨，你炸太快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最后是雨月在炸的啦。他给你们辩驳的机会。我们很想要把钱瑞给投回去。我刚刚就在说，哎，他们不要现在炸，他们搞到对面争夺的很激烈。哎呀，我必须把间谍留在那边。我的国家不接纳我。哎，杰瑞，你刚刚是不是有给东西？你还给到小雨，小雨是间谍。刚刚是巧克力跑来跟我嘟，我以为是他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我早就看到那个小雨开始在炸你们了，我说啊，自己还没事。原来如此。阿奇，我们那边第一天，每个人都说杰克投我，有种就投我。所有都是间谍，好难过。投我。超级混乱邪恶，每个人都在闹他。杰克表示好痛苦啊！哎呦，那、你们怎么也是一十分钟就那个投票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们就说啊，那等一下摊输哈，等一下呢我就随便点一个数字，你就点那个。然后第一天我点三，三是影月。哎、欸，那过分哎、欸！我就说投二号，投完说不要，我要投酱油。他先看了二号是谁，二号是传枪，说不要他，我要投酱油。哦，偏心。我自己这么忠实的信徒，你竟然这样对你的信徒？对啊，所以他要证明你的清白，所以就对啊，证明你的清白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也是啊，我们都急着证明自己，所以都要杰克投我们开红。让我三百十分钟中间有那个绿宝说，杰克你去啊，我们不想去，你挖了有没有投票就可以跳下去了。我跟哈基一个在旁边，一个在上面准备看杰克跳。我们都没有来看团团跳了，好可惜哦、喔。我都自己摸下去啊。我们的国好伟大，很可怜哎、欸，看着阻止自己跳。你知道到后来我都在跟别人要食物，你知道吗？超久了吧？然后小雨很过分，还把我那个食物炸掉，不能吃。好不容易叫我去买的食物丢在地上，我就把它炸掉。好会没尊严的国王。可怜哎、欸，他超可怜，然后就说可以给我食物吗？然后小雨是间谍，然后就说哦，这是小雨，请问间谍可以给我点食物吗？好了好了，给你啊给你啊，我没尊严了，好丢人哎，尊严何在？没尊严没尊严，机会机会机会，目标成功，大平台耶！第二天我们真的一直在怀疑哈记，因为他就只盖平台不做事，这样双方就很好攻略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就很酷啊，不觉得吗？他还一直恐吓说他要去炸杰克，然后我们到他这里不是。有一度遇到影月的时候，说影月蹲蹲啊蹲蹲丢石头给我，好好你继续炸。影月都来炸你的大平台，你还不反击？我直接没炸，不能炸虫虫，不要炸我的平台啊！没有想炸。因为我看到你在盖间谍，我看你盖了三条之后，我就大概知道你要干什么了。到底谁在间谍啊？是善良的。他竟然很想看杰克跳下去。很笑。啊！我要去厕所。好，我也要去。十一页。我给你们看个东西，等我一下哦。其实刚刚玩到一半，我差点吐出来，然后又有点头差点撞到键盘上了。叫啥？个好，那我就不播歌了，因为
该可以吧。要不是你在我身旁，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坚强。还好有你的陪伴，要不然我早就已迷失了方向。要不是你给我力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。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的躺在你的怀中，也勇敢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像个小孩，脾气坏，固执，任性叽歪，还有点变态。可是有你在，我就会乖乖，你就是我的可心，我的最爱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。因为有你在，我看到未来，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。好了，到这边了，再看了。1034个，好多哦。那个可以换875，那可以换成箱子。哦，哎呦，那么近啊！看到有人登录哦，你是不是想要捡到石头布啊？你是不是想捡到石头布啊？你这好像变态哦。哦，这个开的音效好。哎呦，我出。哎，看我还有为什么？啊、打错了，抱歉。耶喂啦！我不小心打错了，我是真的不小心打错了。冲刺珍珠小道具，哎、啊欸，提早小道具、啊。所以你们觉得怎样？刚刚那个影片，那啊，明明这么甜，为什么还那么难过？给我自己猜吧。抱歉，我又没有打中歌。还是他掉，不是我掉。没关系，打下去。没关系，跳上去吧，跳上去，跳上去。那个、欸、那个柱子，不是我，刚好。我的重点。滑下去了，抱歉，你又跟下去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么危险呐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危险啦？太危险了！人不是我杀的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先帮你把后面路盖好，你再慢慢瞧。呦呦呦！这里三个应该可以三个吧？三个，这什么？这样，
珊瑚，三个你还用铁栏杆，真是我像个小孩，很不友善。有啊，最后那铁栏杆是两个哦，有点变态，可是又怎么有人在上面啊？我就会关你，就是我的可惜。哎，为什么他可以？后面都屏障了。他可能在我放屏障之前就跳上来。哦，你后来放的、啊？对，那只好敢拉下去了，只好把他拉过来了。啊咻！可以啊，跳下去啊，跳啊，到了啊，下去啊，可以。示范给他看是不是？你知道用巧吗？他很担心，他想说，我都那么努力跑到这里来了，他那个样子水平就好了。用巧的很好，很好看、啊。我可以这样子哦。对啊。嗯，用那个飞剑的机，就是一般的水平就可以了。哦，学到一个、欸，有没有桥？可以做一些建筑。哇哦，嗯、好美哦！哎、欸，可是好像我最有印象不是桥，万一是哪裡？哦，这也可以，还可以做柜子啊，可以做柜子。哦，对，那个柜子，那柜子很不